像空服员的受训本来就没有照护这个方面的行为，我们采取都是以客为尊的服务态度，那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像这样的公司的文化以及组长长的决定，所以就会让组员们也会觉得说我应该要在当下的时候先协助。飞行两个半小时之后，这位客人他按了服务铃，他说他现在要上厕所，他说我不管，你已经答应过我，你现在不进来帮我擦，总是要有人进来帮我擦，不然你们现在要把我丢在厕所里面吗？没有办法把我的客人就这样光着屁股丢在厕所里面，所以我的座舱长就帮他擦屁股，然后我是得蹲下来帮他把内裤穿上。